去第一日的做嘢。而家喺个车度搞紧乜嘢啊？喂，换鞋啫，换鞋啫吓。你知唔知啱啱 Winnie 讲啊？阿女，你会黐翻胶纸啊？佢话你一嚟到 Paris 就大解放啊，又唔见得香港咁样。咪就系咯。今朝我同阿 Fina 即系我化妆师去食午餐，全部啲欧洲人好靓仔。嗯，等我识翻一个法国仔先。系啊，你知唔知我经理人同埋 makeup 都话？想吃了，我说你们两个结了婚的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是都我先吃啦。现在我们去第一个的这个现在我们去黄达，黄达我们要看手袋。今日我哋六点钟就起身啦，因为六点半就化妆啦。我今日有咩唔同？因为我分咗呢个中间界，系咪好唔一样咧？今天呢，是这个第二天在巴黎啦，今天是去到五个品牌的，还有今晚有个 fashion show 看啦，是啦。是第三日啦，昨天是最早啦，昨天六点钟就起身啦，跟住今天好啲，今天迟一个半钟，呢几日都比较早，但是今天行程系轻松很多嘅，今天仲会去去几个景点影相。我哋而家行紧去罗浮宫啊！我想讲，今天终于感受到巴黎的凉意。前两天我完全觉得不冻，但我身边的人说好冻好冻啊，因为我只是穿着西装褛嘅。但系我身边的人是穿两件或者三件嘅衫。你知唔知寻晚张慧仪咧，佢着一件 heat tech 啊，着一件长袖啦，着件羽绒啊，你睇下，睇下呢个露宿者。好暖啊！我冻得好。系啊，我唔明点解佢。上面成隻腫，但下面是哦，咁所以同埋今朝開始作病咧，所以我唔夠膽再咁單薄啊個人。
今日懶得滯咧，因為我知道今日其實行到比較多啲，咁我就唉著一對波鞋出嚟。咁當然波鞋好舒服啦，但係我覺得如果影靚相嘅時候咧，係著翻條鞋咧係會完全唔同嘅感受。好懶啊！聽日唔會咁懶嘅咯。好開心啊！今日係其實係最後一日喺 Paris 做嘢啦。好靚喎！我一味就系话啊，好靓啊，好靓，好靓啊！我哋而家移师去下边，而家靓好多啊！你睇我，其实我好大力噶，系咪啊？好开心啊！因为今日天气起码出太阳啦，系咪先？我几惊落雨啊！我哋落去就会知道有几靓噶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准备去睇我嘅第一场 show 啦。今晚的巴黎真的挺冷的，但我為了拍漂亮照片，現在只是穿了一件西裝褸，找一件衣服披一披，稍後就 除了這條這件衣服、哦、真的很漂亮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和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按下个钟仔，下次再见。